因为前外你甲彭清明，才是有气，真正亲生爸母。你别再讲啦！你别再讲啊！我脚啊足痛的啦！哦，我无法度喘气啊！你别再讲啊！你别再讲啊！我袂听，袂听，袂听！彭先生，有气这世人，拢无可能叫你爸爸，干来叫你阿姐。查某囝变成查某孙啊！彭先生，这就是你这世人上大的悲哀。你该被欺骗了，好啊，你就坐在这继续自我催眠。尤其是我的查某囝，尤其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出生来看伊大汉的，伊不是别人的查某囝。爸，是我不好。我一定不知道我自己的心思，在我知道心思了，又因为一时间无法度接受，一直真歹替你。我讲真侪无听的话来伤你的心，也不过你拢无跟我计较，我是这么疼惜我，包容我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我都不敢想到，也很感动，所以从今以后，我会真心真意叫你一声爸爸。这是尤其，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是你二兄的。所以你二兄接了尤其理所归宗啊。这件代志哦，唔难伊二兄知影，连伊的大哥细伊嘛知影。我想。真话你就免讲啊！你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你是你兄的查某囝，你竟然是你兄的查某囝，是我你啊！你一直在骗我，一直在骗我，你骗我四十多年啊！我一切徛万路有去啊！你甲我比是孤魂野鬼，阿克，你不是我的亲生查某囝，你是彭清明的查某囝。自从你出世，我就把你当作亲生姑娘来疼。啊，我知影这一切，这一切，拢是真话你造成的。哎呀，不乖啦。不怪你唔只系常常叫我回去陪家，佮二伯加培养一下感情的。啊，不怪二伯遮尔听你，事事行行拢甲你斗三工。啊，原来你就是佮揢我做基理，互二伯去运作伊的款式，来帮助你夺回织田集团的势力。你哦，真正是这世间上。上该苦的查某，你真正应该死死的，真正归去死死哦！是别家人不准乱讲的啦，老公。
着，今日阿公你听听完。有气，爱食，是不是我只是早惊，去早睡？阿公你是要救我？你是我的英雄啊！爸，你别讲这番戆话好不好？你当年嘛是我的爸爸，嘛是爱将阿公啊！我拜托你，给我倒三工，卡出来嘞，让我把你救起来啦！我袂好，我有好你，你该给我一寡时间呐、啊，拜托的爸！今日阿公，是不是真心根本都无重要？阿妈，阿妈，你进来打大哥。我的最后的时阵，还可以在看到你那个，那么死，那么无用。爸，你妈别来哦，你妈别来，你妈别来。阿公，美爷，啊，美爷，啊，母爱，母爱，母爱，阿公，啊，母爱。不管你讲啥啥，宋立宏，你敢渡过了这条乌江？靠！我不准你拍我的死讯，这是你们好事，我不准你拍，我不准你拍耶！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你杀我！搞什么？给你尿憋的尿憋！你去讲一摆，子孙是我的后生，子孙是我的后生，子孙是你爸，我哪会后生？你辛苦劳的是白费的啊！那不是宋凌峰反背我，你也只剩一根头毛，你也白叫啦！不管你安怎跟我跑，我拜托你。包括子孙，子孙是无辜的，你莫为难伊啦！你搁讲啊，我啥都袂去讲的。子孙的好灵气，真正老好有气啊！宋明宏心术不正，你搁坐过家，这种环境，叫子孙是安怎袂走进？我敢在子孙。被我领导大汉，我哪里啊爱栽培伊？伊唔才会这尼啊壮哉，这尼啊优秀。哟，你林国庆上老家囝，你教出来囡仔拢壮哉，阮教出来囡仔拢笨手败脚。林国庆，你真正是吹箫的，甲即马你搁敢了我生气？你这个大白目！就算你跟我拍死嘛，不要紧。我拜托你，我的子孙。